大家好，我是来自中国的沈文。在新加坡亚洲艺术协会举办的世界古筝比赛2023中，荣获业余青年组银奖。我现就读于上饶师范学院，自10岁开始习筝，现跟随集美大学研究生导师陈平老师学习，令我受益匪浅。我在同是今年举办的第八届国际古筝比赛陕西赛区、香港第十届国际音乐节深圳赛区中均获得金奖，清乐杯国际古筝比赛中荣获银奖。感谢世界古筝比赛这个赛事提供的比赛平台，在今后的古筝生涯中，我会继续努力提升演奏水平，提升自己。我是沈文，我要演奏的曲目是《名山》。我是沈文，来自中国厦门市。今天是2023年6月23日。以下节目为新加坡亚洲艺术协会举办的世界古筝大赛演奏，演奏曲目为《幻想曲》。
3日，以下节目为新加坡亚洲艺术协会举办的世界古筝大赛演奏，演奏曲目为《幻想曲》。Thank you.